江宜观议员陈碧玲获得江宜观昆龙联合会全面支持，连任理事长。联合会会员有来自于德佳、北河、中埔、水上乡等等250人。在配合中央离婚政策，昆龙废除婚产之后，陈碧玲为昆龙来寻找出路，跟农民丢失合作社转型。介关昆龙联合会会员大会伫个中埔乡举行，由理事长陈佩玲主持，会员出席率非常的高。这届大会进行理事长改选，联合会会员有来自德佳、北河、中埔、水上乡等250人。介关议员陈佩玲获得介关恩龙联合会全面支持，连任理事长。啊，都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讲一直无落开大会。啊，照着今仔日呢，啊，疫情呢，哦，较放松的心呢，来做一个吼，咱的会员大会，啊，加以及咱的理事会改选，啊，当然啦，啊，本人呢，哇，当英雄呢，继续连任呢，啊，会当为了农民服务。现在呢，咱的会员呢，咱嘉义地区呢，即卖目前有250个左右呢，啊，当然有包括德佳、哦，北河，啊，咱中埔、水上。哦，以及所在地拢有呢。啊，咱呢全国会呢，即马目前呢将近有1500个。因为呢，中央政策呢，WTO 冲击呢，啊，咱的离岸政策的进行呢，啊，加入历史。啊，双婚呢，即马无情之下呢，啊，本身呢，啊，落来含这的农民呢妥协。所以讲哦，我今年度呢，啊，用一个合作社呢，要来让咱这农民转型，分吼，会当家己做头家，会当家己呢。来向伊就讲合作社的用意，啊，甲咱会当吼去到咧拍卖市场，甲咧传统市场内来做一个最后咱的经济升级。连任理事长陈佩玲表示，在配合中央离婚政策延龙废除延展以后，受到会员信任甲支持，为延龙找寻出路，甲农民丢失设立合作社转型无升级。谢新新闻蔡明东、杨伯祥、蔡荣报道。馆长伫个网络顶边讲要推一间厝呢，是有影无影啊？困不困？卖眠梦啦！要来吗？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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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康佳怡，康佳怡，康佳怡，太棒了！小宝豪，佳怡游戏，要不要佳怡？要。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，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，总奖项超过1000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